这边开啊，从这边开始好不好？喂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可以叫我鸭子，对啊，然后今天有兴趣来参与这个，是因为就是想知道到底什么是参与师的名处，因为去年就是跟着前面罢免搞了一整年的罢免，然后就是想说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就是参与政治。OK， 所以想要了解什么参与政治，因为我们去年台中有一群人，包含在台北的各单位，在台中有全面罢免，好，都在尝试罢免这不适任的政治人物。大家好，我是胡一婷。这样。大家好，我叫玉山，我是现在台中市推动参与政治的成员之一，我想要知道更多他们前面上面的细节。好，参与市预算的成员。大家好，我叫周林佩璇，我最近就是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周五的活动，因为我想要以后多参加这种活动，然后大家好 ，I'm Nicholas from the Venture VC Taipei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家，今天第一次来参与这个活动，虽然我还搞不清楚是什么回事。好，所以是路过，不知道看人多就跟着进来就对了，跟着瞎闹也进来的啦。好 ，OK， 这样也很好了，我们也欢迎有很多人就是看着就他就来。大家好，我叫玉君，然后今天是跟雅竹一起来，没想到这么晚进来，还这么快接介绍，那我把秒数留给别人，谢谢。刚好十年。大家好，我是雅竹，我已经路过了。瑞泉。好 ，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瑞泉，我在隔壁民权路有一间小小的奇怪的咖啡厅，叫想想。有空也可以过去了。那今天来是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多想想。对，多想想。对。那今天来其实是因为我在大学学了三年的法文，想要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救回来一点点。谢谢。没关系，我们有翻译。直接讲，直接拿到麦克风讲。直接讲。各位好，我是信荣，我是哲武的志工。那。今天这个主题啊，就是说参与式的民主。那其实我，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，我本身也做了很多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尝试。那所以今天也是很有兴趣来听听看，说参与式的民主，特别是有外国的朋友在现场，了解一下他们，是不是有哪些特别的技巧或者是说明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晨，然后我是哲武的志工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塔，然后其实我来哲武蛮多次了。对啊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莎莎，我在泰国哲凯小的工作，我也是哲学星期一的好朋友。是，在台北的好朋友。我是张杰，我是文化观光的学生。大家好，叫卢西，我是。台中科大的学生。大家好，我叫杰心，那我是想来了解国外参与式民主的做法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恒，我从东市来的，然后就是想要来听这个参与式预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怡文，然后我是第一次来哲武，我是想要踏出的第一个是参与民主的第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轩，我是小明光导医生，然后今天就是带朋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怡珍，我中山医的学生，今天想要来听听就是法国的经验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佑珍，然后现在在放暑假。所以放暑假很闲才来的。开学以后呢，你在哪里念书？去东京念书。东京啊，好，那我们只好期待有哲学性的在东京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盛宇，我是中正大学的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建中，然后我现在是东海社会所的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嘉怡，我是听上一场的参与式预算，所以我想要了解更多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俊长，我是大学生，然后感谢哲武日美师大，都可以带给我很多的知识和新观念，谢谢。
大家好，我是蔡佑，那我是理工科大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世华，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。大家好，我是舒伟，然后我是一个全职考生。全职考生，考什么？好，研究所。大家好，我是浩明，我对今天这个议题特别有兴趣，然后想多了解。大家好，我是怡慧。大家好，我是丽珍。那之前有看过参与视频组的文宣，不是很了解，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伟伦，我是乔帮棒球队的队员。我很少有遇到介绍都是棒球队的。我们其实哲武也有讨论棒球，棒球也有公共性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君，我正在准备一间二手书店，那我今天只是路过而已。开店以后也可以办哲武，好吧？大家好，我叫辅成，那我高中刚毕业，然后即将去台电出站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西，我是台中大雅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曼曼，我是台中太平人。你们两个有关系吗？因为都叠字，西西一个曼曼这样。不认识。哦，不认识的吗？哦，你们认识 ，OK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霆，来自彰化，然后今天第一次来，然后之前有听过彰化林场的这样，我的声音是林志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琼怡，我现在在美术馆工作，然后。也是有一些原因是为了法文而来，然后也是想要来看看这个空间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卢双来，关心这个民主运动。大家好，我是怡珍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背景。大家好，我是浩伟，我是台中一中高三的学生，然后今天晚上不读书，我要来参与民主，然后很高兴能跟这么多关心这议题的朋友一起来这场活动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林耀明，我台中市长咧，然后我主张台湾独立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安，我是台中二中的学生，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在读书。啊，好，我们欢迎这些不读书的都来折武，没关系。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折武，那就是希望能借此多吸收一些公民参与和转型正义的经验。大家好，我是燕才，我是准大一，就是我开学后要去台北念政治学，然后对这个议题就本身很兴趣，可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志勤，我是在台中推参与式预算的志工，今天应该会听到很多有关参与式预算的东西，那欢迎大家有兴趣参加参与式预算的话。我们是要发那个工商服务一下快点。对，然后我带很多文宣来，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之后发。大家好，我是少成，然后是路人。好，我是姚老师，我是这礼拜五的点啊请到。我们的摄影师工。大家好，我是余慧，我是舞蹈老师，舞蹈创作者。我今天被老师拍照来，不懂什么叫民主，直接点。对啊，什么上班族？大家好，我是冠慧，我刚举办那个猫妖怪市集，是以艺术为主轴，然后以手作为一号的导向，然后有计划在一些替代公民跟传统市场去办一些活动。大家好，我是浩伟，然后我是吉他手。我自从东海哲学系毕业之后，就还没有参加过哲学类似的研讨会，因为我们也不是研讨会啦，因为我们都讲的比较浅一点，不要引经据典，然后让一般的社会大众觉得说哲学是很浅。因为法国哲学是非常，读出哲学系毕业非常向往的，是对他们的哲学家在菜市场买菜啊。人家那个摊商都会多给他一点菜，多给他一点水果，所以哲学对法国的哲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传，就是从向往，对，所以很开心来第一次参加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怡婷，我感觉台语比北京话水，所以我用台语讲，多谢教你。
大家好，我是雨慈，因为上次山雨试预赛没跟到，非常的遗憾，所以今天来补课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彦良，我在美国长大27年，然后最近搬过来台中2个多月，跟我爸妈住。那有一次在这个附近买东西，经过看到议题蛮有趣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，我在那个考那个摩托车7秒直线，然后终于有考过了，所以我今天过来。OK OK， 恭喜你。什么样的相关科技？哲学。城市发展。城市发展 ，OK。大家好，我叫伟宏。大家好，我叫伟宏。你今天看到这个主题不错，所以就过来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学生，职业是学生，不是职业学生。不一样哈、哦。大家好，我叫崇礼，我今天来是听大家在想什么，谢谢。还没有，我有哪些朋友没介绍到？都有吗？有吗？好。那我们今天哈要进行的方式稍微跟大家讲一下。待会我们会有两位外宾的讲者，那他们会跟大家来跟各自有讨论不同的议题。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会比较聚焦说，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自我介绍一轮的里面哈，我们发现说大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，虽然很多都是学生。就是你从事的工作或你有兴趣的，比如像刚刚有的是从事艺术工作、舞蹈的也好，其实在这些很多你从事的这些过程里面，你可能会觉得啊，那这个参与的民主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或我有兴趣的这个领域有什么关系？那其实我们回到哲武来讲，我们像现在所有的议题里面，它都有一定的公共性。比如刚刚有人说你是棒球队的球员，其实我们讨论过棒球啊，在哲武台中。我们讨论过说，为什么，这个棒球在台湾它被视为国球，可是我们到底想要怎么去发展这样的一个体育的政策，我们就讨论过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相信在所有议题里面有它有值得的一些公共性，值得我共同来讨论。所以不管是舞蹈啊、艺术，其实它背后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关注。那这个参与的过程，它某种程度是一种民主式的参与，因为你可以。在不同的意见当中，因为有可能不是每个人意见都是一样的，对于舞蹈的意见，对于体育的意见，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。那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共同讨论，其实就在形塑一种民主的一个过程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民主的价值，我们所信仰的那个价值，我们所觉得说，我们觉得为什么台湾的民主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，我觉得在那个当中就凸显出了价值的不一样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今天会讨论更多，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说台湾当然我们习惯了所谓的选举代议政治，好，那可是对于直接的参与民主当中，我们常会讲说啊民粹，可是民粹真的不好吗？或者说这个字是不是被误用了？其实民粹在翻译里面其实它不见得是坏的东西啊，也许是好的东西。好，那其实真正好的民主是除了一个专家的政治、代议式的政治以外，更多的公民直接的参与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民主会更好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讲说民主直接点。好，那大家可以思考说，那民主是应该直接的，不管你是问号还是惊叹号。好，那待会两位讲者会谈到他们在法国的经验，包含巴黎市的经验。那我们有两位讲者都有翻译。好，我旁边这位是唐凤，那他其实他很辛苦，他还包含把他们的这个简报都把它中文化了，而且很有脉络性的去把它做一些组织的工作。那另外一位翻译是硕文，好，文硕文，那待会两位都会协助翻译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呢。那个虽然有一些朋友说你今天是为了要来练习法文，好，不用担心，不懂法文也没关系。我们有人会做好翻译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那我们是待会先请哪一位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是说，我先解释一下待会的结构，就是说接下来40分钟的时间会是我先用中文大致把就是 Sinterman 教授的简报先跟各位讨论过一次，
那在这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，有任何一张简报，大家有想法或者想要有兴趣、有问题想要问司藤明教授，随时就举手，或甚至不举手就开始问。然后那个我们的翻译会及时的去把他的回答。跟各位对话，我想就是哲学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，并不是一个人一直自言自语，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然后在接下来大概25到30分钟的时间，就会请那个就是就是巴黎市这边他的简报。那他的简报比较特别，是说他有很多关于巴黎的青年参与的这些事情。那我想也是说，就是我用中文把他简报的大家看得到的字的部分，就不请他再用法文念一遍，就是节省大家的时间。但是同样的，大家看到简报上面有任何想要问他的，就随时问。然后呢，他就会开始就那一张简报上面的图、那张简报上面的字开始进行更进一步的对话。我想象比较有一些哲学的精神这样。然后呢，在40分钟结束之后呢，这边吕嘉华就是做台湾做神秘民主的。先去会跟我们的先行者那个会花30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分享，就是他如何从神医少女变成神牙神的一个故事。然后那是他的抬头，不是我邀请他，他的简报就是这个抬头。然后如果就是大家到那个就是台湾哲舞这一次的 event 的话，其实所有的简报都已经 po 在上面，然后包含这次的主字稿嘉华非常的辛苦的在打。那我就是事后大家也都可以上来，就是去捕捉这个讨论里面，可能一下子没有听到的东西，也可以再进一步在上面互动。那因为就是时间的关系，我想我就直接开始。那